好了，妈妈好了，拿去。好啦，一根头发又不是怎样，我头发又没毒。好啦，管工呢？妈妈，什么事？等一下好不好？好了，你的手要洗多久啊？那这个头发要多久？头发就把它拿起来就好了，就冲不掉。我已经把它收进里面了。好啦，你洗那么多，可以了。剩多少？那剩下我洗好不好？剩下都我。妈妈抱。都还没洗过吗？妈妈。冲泡泡，冲冲掉就好了。要装新的。抱。妈妈。呀。抱。我抱你呀，好吧。那可是我这样抱你，我怎么帮哥哥放碗呢？妈妈，接下来剪刀的部分你来做，剪刀都洗好了吗？剪刀洗好了，我等一下冲，好，剪刀我冲。妈妈，啊、接下来我洗弄过的夹子。妈妈，再来洗一下。妈妈，用这个刷子。妈妈，而且每一个地方都要用到。哥哥在干嘛？哥哥做什么？吃。谢谢。洗碗。那洗碗好玩吗？很好玩呐、啊，但是根本就不好玩，这只是用品，用的时候。哦，这是用的，不是玩的，是不是？不是。那你明天还要帮我洗吗？呀，我怎么可能不帮你？我是你的小帮手啊！你这个奇怪鬼。好了。